19日，林志玲宣布结婚后给媒体邮寄的感谢卡片独家曝光。卡片上写道：一切很突然，但很美好，大家都要一起很幸福，谢谢各位好朋友，辛苦了。附带的还有咖啡券。此前宣布结婚的时候，林志玲还准备了繁体和简体两种手写信，真是骨子里的温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